大家好，我叫塞丹敏，中文名字是王浩然，今年18岁了。我学习中文已经3年了，在我学习中文的过程中，我爱上了中国功夫。今天我想为大家展示我自学的中国功夫双截棍。学习之前，首先要先了解双截棍。双截棍是一种起源于中国的传统武器，被官方认为是少林七十二绝技之一，属于少林罗汉当专业的武术器械。双截棍在明清时期开始从中国流向国外，并在周边国家如菲律宾和日本开始盛行，发展成各自不同的流派形式。李小龙的截拳道中，双截棍作为重要的一环，对双截棍在国外的影响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是的，双截棍和中国功夫在国际上达到了传奇的程度，希望将来能得到大师的指点，让我的中国功夫更上一层楼。谢谢大家。